车直行，结果就在路口处和一辆白色轿车发生了碰撞。双方虽然没有受伤，但孕妇饱受惊吓。一辆铁灰色自小客车由新华路西向东直行至建国路口，与对向白色自小客车左转发生擦撞。孕妇开着铁灰色的轿车和对向白色的转弯车发生了擦撞，所幸是没有任何人受伤的情形。但警方也呼吁，行经号志路口除了要遵守号志之外，转弯车也应该要礼让直行车，避免发生交通事故。